好的，各位，欢迎回到 Battlefield 5，我是小 J。 那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有几点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首先，今天这部影片是由 XRoute 英霸声学公司所赞助，那他们的最新产品 XPON Premium 是一个外接式 3D 音效卡。那至于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就不用我来说了，我们这边再给大家播一段他们的宣传影片。This is XPON, a portable home theater system that gives you the power to unleash a surround sound effect at the touch of your fingertips. This gumstick-sized device simplifies the complex equipment traditionally needed for a home theater system and gives you that same high-quality audio experience with just a pair of stereo speakers. And we finally come up with a device that is designed to be conveniently portable and that eliminates all the complicated settings of a sound processor to make the listening experience better for everyone.好，那这就是关于 XPON Premium 的一个简单介绍。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在底下的资源栏中有我之前为他们所做的一个测试评价影片。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购买 XPON Premium 的话，在底下也会有他们的购买连结网址。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第二点。那第二点是今天的这部影片，我算是想要重新带回来一个我以前做过的系列，叫做武装上阵。那有看过我毕业番影片的观众们，可能会有一些观众可能会知道武装上阵这个系列。那我这边再重新解释一遍，什么叫武装上阵呢？就是我希望在每一集的武装上阵底下的留言区里面，由大家来推荐一个完整的配备，从主武器、副武器一路到配件，还有甚至到近战武器。那因为 BF 里面还有外观的客制化，所以大家也可以去选择你们想要的客制化外观。那你们不单是要推举一个完整的配置清单，你们还要给这个清单附上一个背景故事。那就像我今天的这部影片，就算是一个武装上阵的开头吧。那今天的配置呢，是 MP40 配上 M1911，还有医疗箱和烟雾榴弹发射器。那我玩的当然各位知道是医疗兵了。那我给这个配备的一个背景故事呢，就是我是一个自愿参加英军的反抗军成员。那我拿的 MP40 是我从迫害我家人的这个德军军官手上给拿来的，在我杀了他之后，我就夺走了他的 MP40， 所以我一直选择要使用这把武器来当做我的 主武器。那我的这个镀银的1911手枪是接纳我进入他们团队的这个前医疗兵长官，他训练我、教导我，并且送给我这把镀银的1911手枪。那医疗箱是因为我想要帮助我的这个战友们包扎他们的伤口，帮他们恢复战斗能力。那榴弹发射器、烟雾榴弹发射器是我的这个老长官他教我的一个算是技巧，就是你可以用榴弹发射器发射烟雾手榴弹来掩护你的队友，不管你是要救他们还是要帮他们进攻。所以这就是我给我们今天这个武装上阵的一个背景故事，还有这个清单。那今天这个影片很抱歉，我是在直播的时候播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存到它的录影存档，所以我只好从 Twitch 上面把我的影片下载下来，直播片段下载下来，剪辑之后给大家看。那我必须说，这是一部我觉得算是一场，应该说两场非常精彩的使用 MP40 的游戏过程。那可能会有人家问说，哎，觉得 MP40 怎么样啊，小杰？我个人是觉得 MP40， 怎么讲呢？它是一把二战非常经典的这个枪。我对这把枪就像跟对汤姆森一样，有非常多的这个喜爱和一种我也不知道情感吧。所以我并不喜欢在我有情感的这些枪上面做任何不历史的修改，所以我没有在 MP40 上面加装任何的瞄准镜，只用它最原始的铁瞄。那 MP40 我个人觉得它的缺点在于，首先它的铁瞄不是很好瞄，它的铁瞄算是一种很挡视线的铁瞄。那我基于刚刚上面说的原因，我没有去修改。那另外就是 MP40 它的射速很慢，所以在我的定位里，我觉得 MP40 是比较像德国版的斯登。那斯登的特色就是它的射速慢，但它的准度高，没有什么后坐力，而且弹夹量算是大的。MP40 基本上也等于是这个掉在这个范围的定位里面。那我的 MP40 升级
树我是这么升级的，以前我把它走全部左侧，也就是全部走腰射，但我后来发现 MP40 这种应该说所有的猎刀枪它的腰射本来就不错，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太去升级它的腰射，所以反而我改成去升级它的右边，也就是它的准度，所以我现在的 MP40 走的路线是完全走准度路线，而没有去走腰射路线。 OK， 那说到这边我就应该要闭嘴了，让大家来看看今天的游戏内容吧。中枪，打到枪。刘贵啊，今天请多指教啦！啊！你不要欺负一个侦察兵啊！我靠，那个人是认真的吗？他把手枪伤害太低了。Holy fuck！ 什么东西炸？我刚才没有飞刀的。拆了我的方子，人有这么少，根本用不用丢。啊，好想死啊 ！MP40。快结束了，看我没子弹了，我真的好想死。后面有人，后面有人，杀掉。你死的位置有点尴尬。谁有子弹？我需要子弹。哎，你背后还有。被刀秒杀，真假？对，很难丢。哦，前面。Oh my god！ 191突然之间开始 OP。死了。他们都在防守，谁爆了？先找到的，如果下文短，我这边有人。哦，这枪我可以去死吗？真的是。MP40 真的不死了。哈哈哈哈哈！我一点要掉了。我想要摸去旗子那边趴着。有谁可以给我子弹吗？摸到了，快！摸在这个。哦，他从头到尾就趴，一卡球包从头到尾趴在那里。谁有子弹？啊，我放关机。哦，我看到子弹箱。关机。Hello。Fuck， 怎么没死啊？85点伤害。我出现了。我想要死。哇！在哪里？我是谁？啊！哦，前面那个，刚刚有人在我前面跳了一下。哇！不要跳我啊！我啊？怎样？可以哦，真的可以哦。Oh, are you kidding me？ 扛了一发皮亚特。哎呀！哇，小贼！我马上就被狙掉了。I'm hit. I need help. 快，太快了吧！哦，啊 ，MG 四真的。哇，好多人哦！全部都是机枪啊，加在那里啊。哦，我们这一队又不踩进来。对啊，他们不踩进来没有用。这已经不符合常理了，就你不管玩什么模式，都是要踩进点里的。Shocking bomb. 对啊。I'm here, mate.AC 背后。不要。Quick, more ammunition, someone. 哦，背后在打我。啊！啊！不要再鬼叫了。
右边，怎么打不中？有一个着火的人跑出去了。放了医疗箱在我身边。Go first, Afia. Right. 嗯，攻下来了。我们攻下来了。那谁那边的？炫。哦。下一个在哪里？在前面有个狙击手。哇！死炮。哦，右边还有人。First aid for you. 右边出去，左右各一个。左右各一个。哦，趴着。右边两个了。哦哦哦！这出生点，这出生点直接不给人，不给人动。哇，他们出不去了。要出去了，算了。剩这一半了，不行。哇，这地板也不行。打进来本来就打不出去。哦，哎，怎么还有狙手在那边啊？一枪。干嘛？行吧。还没，他躺很远，他趴很远。哎，来了，老师。我知道。近点来人。Present for him。把防御公司盖。哦 shit！ 喂，后面你后面那边是不是出进来人了？我刚燃烧弹有烧到。都被打掉了。两个。我打掉打死第一个，后面还有两个。是他们从另外一边。哦 fuck！ 哦，你过来。好呢，黑黑的。没关系，站得下来，站得下来。不要从 AC， 你那个血包在你旁边。我是医疗兵，我是医疗兵。OK。哇，旁边这居然是敌人，我操！我晕了。这是你呀？小心。Here for you. 让你混在我们这个阵线当中。哎呀呀，小心后后被发现了。走，我们从右边这里进去。好的。前面还有人，前面还有一个。背后，你们前面。是，你背后。怎么？背后那个死。对。有，我们从背后出来。Oh shit！ 这砖架好多人，有三个。死了，都死了。OK， 还有，那个远距离那个孔狙手两个人。我丢烟，我打烟。有个机枪烟。你打。走，退后。那边狙手跟机枪手。狙手死一个。结果哦，我被打到。哦，我被挡到。就我这边，再帮你。走这里。我需要跨出来，我需要跨出来。要有人跨出来。Oh well. What the fuck？ 枪。哦，我左边有，哎、欸，你们快支援！哇，哦，左边上面还有人。我烧死一个，我这边给你们重生。我们这里 OK， 我们这里 OK， 只是左右两边都会。Oh my！ Holy shit！ 你在他们重生点吧？那么多人。你没想到我是什么吗？不能重生在这里。我刚找到一个地。那個、哦，撑住尾鱼，撑住，跟着他们。来了，还一只。想救你背后。啊，这不能传。画出来的那条道路可以转。快 ，B 点又掉啊！没了。哦，谢。好难攻啊，这个地方。哦，背后。死了。谢。13血包，前面超多人，死了，里面超多，还有吗？我杀一个而已，还有多，给我，哦，这枪真的可以去死了，打到好多人，我去，后面来人了，后面来人，死掉，好像还有，太多人，还有。哦，太多。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那边人好多啊？我们这边的人呢？没有，一直都是我们这一队而已啊。我们只有三个人。有一种我们队上全世界的感觉。
抱歉，因为我们的人全部都冲正面啊，至少他们在 C 点里面站点。我全部都刚正面。哎，小队，我刚才发现你不用到那么远的地方。对啊，不用啊，是不用啊。但是从后面绕比较好打。我刚从侧面袭击，很多地方都。我不能救。杀掉！我操，还有！准备承担！哦，烟打的位置不够好，那边有人趴着，趴在车子旁边。我知道，所以我没办法救你，因为他们那边还有人。看有人进到我这边，有一样渗透到里面来了。需要子弹。fuck， 我需要子弹回回。等一下，在你前面。我知道我在调设定。他们都不冲出去啊！啊靠！不出去又被打、啊。有些人冲出去，有些人冲出去，跟上。旁边有个拉力，还有很多。快进去，快进去。旁边，切！他三个人。哦，哎呀！看，你居然从后面来！哇，还是没有。没有啊，我后面全部都是人、啊。太难攻了吧？我们只有四个人讲话，我又没死啊。你们不要往我们这边攻，我们这边都重生点，直接出来，直接刚正面的。啊，正面就没办法啊，我们就只能走这里而已啊。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你们可以看他尝试从我们家，就是我们原本那个出生点，黄西服过去，长信切他中路。没有，我们刚刚就是尝试过一次侧面。而且我前面有个人，在哪里？我离你蛮远的。啊！我靠！看到，看到了。他是索米，他是不是下水了？没有，在我身体上，在我的楼梯后面，你们看。到我面前这个楼梯后，队友在那边呢。队友不要，队友没住，队友直接背对他跑过去。你看，队友死了。我看到那个渣渣，你先，他死了。走。那个队友，有没有子弹？丢。被捡。一点二杀掉。我们待在这里，等一下只要 C 点一站下来，我们就在这。B 点就是道路，这条道路跟下一站哪里？对嘛，就是我们这里。前面有人。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里啊。我身边有个散弹枪，Spitfire。大家都发现下杠很好用，这才发现吗？那我影片白做了。我直接趴在这里了。Oh my god！ 不是后面那个正前方马路上。让我们蹲他们重生点。哇 ，bug！没有来人。左边，我们要站起来，可以。哦，切，三，你知道是敌人的一个引爆了我们这边三个。我放了医疗箱在旁边。哦，我被打死。战斗中，战斗中。因为子弹一直打过来。啊，被了，来了。我是打到死，我们要准备找下一个点，下一个点在更前面。哦，谢！我直接掉到他面前。哈哈哈！走，我还不能跳下来，把这个跳下来。我看到了，有人跟我一样，欺骗，他在医疗兵那边。哇，完全看不到，但是就是有打到人。Medic， 烧掉了。要掉点，没办法，我们要全灭。没关系，只要 B 点守下来，一个点一个点慢慢来。
哇，到底是我们的人为什么又不推？全部站在这个地方不动呢？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一直在后面啊。他们是思考比较那个那个的。他们要先确保 B 点永远不会丢，才可以推下一个人。诸葛亮型的那种思维。他们至少要这个点站下两三次，然后才愿意往前推。确定绝对不会再掉点就往前推。医疗呗。左边那个水那边都是人哦。哦，干下水的，干的哟。哎。不是，我发现他们的思维不太对。他们的思维是没有推下了之后才去推。他们现在反而人不在典礼。对啊，现在人不在典礼吧，超危险。这是有点诡异啊！你看他们现在推到人家家门口去了。我在大力哦，不要！哎，小子。哈哈，原来我刚刚盯到的那个人是你。我都以为我盯不到你了，说。No rest. Capture the objective. Renee, come on. 地图很小，地图很小。没事，我来。我真好狠，不错。Got your pal. 左侧哦，左侧来人，河道。我放医疗包、医疗箱，在你后面围。不行，我快死了！来不及了，没关系，我救你。后面右边要人，可以，我说可以就可以。因为他是河道那里，我操！准备好、哦、，Let's go！ 他就在下面。他打我，觉得他的弹伤害。First aid here。一楼。看到了，听到了。张伟伟。我有没看到？有，开始在站了。你可以不要从背后打我、啊，我很害怕。没有，我没有打。可是你如果打我，我不就死了吗？我要箱子，救命！哎，我看到了。哦，去我身边。SDG， nice， 是啊，这是什么？救一下！哦，大门口，大门口来了，好 ，OK， 哦 shit， 哇，站下了耶！哎，这样还有、哦？有啊。怎么一条兵前面就一堆人？来，我先打烟再出去。手弹。好，手弹。应该把它打。应该把它丢回去。我们需要个火力压制，谁是机枪手？我来。我们需要有一个人火力压制一下这个巷口，我们其他人才出得去。我往左丢烟。好像有人在那个。有人在那个机枪手上面吗？压了哈 ，Let's go！ 过！过来了！右侧机枪上面有人吗 ？Pressing fire！ 哦，杀了一个！电车里还有。电车外！哦、oh, ，Thank you。I'm done. I need help. 发票也有人，我先把 A 点冲了，先等 B 点炸掉。哇！哦，没子弹。哦，炸掉了，结果被炸死了，看，真美美。后面还有人，没事，炸掉就好。剩下30个人，我们没有用掉太多。哎 ，A 点装啊 ，A 点装哦，我靠，这是真的，我们队友吗？没有，应该是我们把火力奏效了，引在 B， 把人都引过来了。那我准备呼叫个 B 1在 A 点上。B 1哎，哦，桥上都是人，火车桥上。有人在拆。右下角有个提醒 JB2。哦，
哦，他们都在逼，他们都来了，都来了，他们都在了。啊，就拆掉了，靠！哦，线被破飞手弹炸飞了。我叫了，我叫了。OK。九。啊，不行。Help me, someone！啊，就我们刚好，要趁现在推上去。对，趁现在过去，刚好。哦，四个。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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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对，感觉还不够多，但是还是可以推一下。来，我先打点烟，然后机枪压一下，我们其他人就可以过去了。OK， 我已经打了。哦，我要！一头打，放掉吧。我炸了会死。他们都在丢炸弹，小心。我身边趴一个人哦，我身边电车里也趴一个散弹。尾鱼，干嘛？你趴这干嘛？尾鱼撑住，你面前趴一个人，尾鱼在你右后方。这是惨叫，让他救我了。我们人全趴着，你不要注意哦。哇！哦，我干，我被炸死了，靠背。哎，刚好哎 ，AC， 老弟带他。让你们全趴着啊！你。就刚刚在大喊尾鱼，就是趴在那里，然后没。够，装，可以装。装可以。再装啊！再装。还要箱放下，把医疗箱放下。跳下来！后面。他们家的方向，对。啊，九八 K， 火力压制中，火力不行，我要直接用穿。哦，不行啊。感谢。炸得掉，炸掉了 ，nice。Nice， 打得不错。对，虽然说是这样的成绩，但是 MP40 还是算是弱的，他真的还是算是弱的。Nice。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感谢你们大家的收看，请不要忘记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下次想要看到什么样的武装上阵配备清单，那我会选择被按最多赞的那一个留言来当做我们下一次武装上阵的主题。感谢你们大家的收看，我是小 J， 我们下次再见。